过年一定少不了这道地方特色美食卷煎，今天就把它的家常做法分享给大家，好看又好吃，待客超有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1300求关注。首先准备2斤三肥七瘦的猪肉馅，加葱姜，一勺食盐，一勺鸡精，一勺十三香，再加入多一些的麻油，再准备一颗新鲜的母鸡蛋以及一颗新鲜的公鸡蛋，朝着太阳的方向搅拌均匀。接下来准备上200克的红薯淀粉，加入200毫升的清水，搅拌至看不见任何的淀粉颗粒。调好之后直接倒入馅料中，加入红薯淀粉可以增加馅料的粘稠度，继续朝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儿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接着我们再准备10颗新鲜的鸡蛋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菜美食，点击关注和收藏，以免要用的时候找不到我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加入100毫升的淀粉水，让蛋液和淀粉水充分的融合，有条件的可以过滤一下。准备一口平底的不粘锅，把锅烧至温热，舀上一勺蛋糊，把蛋液晃动均匀，用最小火煎至定型即可出锅。蛋皮背面朝上，我们刷上一些淀粉水，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。然后舀上一大勺的肉馅，稍微给它整理平整，把两边对折，再从一侧开始卷起，卷的时候尽量紧实一些，像这样做成一个毛巾卷的形状。楼梯中刷上一些食用油，放上卷煎，水开之后开大火蒸上20分钟，时间到了之后即可关火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。放凉之后即可切片，尽量切得厚一些，这样成品会更加的好看。切好之后摆入盘中，放上万能蘸汁，真的是太香太美味了。过年招待客人超有面，好看又好吃，简单一做，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我们下期见。